文老爹赶电玩。大家好，来，各位观众，出了这个征服卡哦，就是这个 UR 征服卡，红色的征服卡。开始之前，我们一样先买一个礼物。没问题，华色的礼包都买一买哦。然后这一次有一个活动，累计储值奖励这个，哦，累计储值这个可以买礼包吗？买礼包算吗？买买看，本来是688经费没有领到嘛，对不对？688经费，储值688经费，688经费要买几包啊？我把这些扫光，看一下688经费那边有没有跳出来。OK。688经费有欸，可以领欸。然后1188经费，哇，那这样子要硬买一些礼包欸。还有什么礼包？还有什么礼包值得买啊？文章补给券，哇，天哪！哦，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精炼补给礼包。哦，这个太重要了，各位，这个可以啊。OK， 来，这是新东西啊，各位，新东西哦。还有这个1560，哇，今天又是大师血啦，没问题。全部领起来！这一次出这个新的征服卡哦，看来要花不少钱啊，感觉要花不少钱。好，这个喜提笔我都拿到了，所有的奖励都领完了。来，我来看一下补给站。我记得这个精炼补给哦，里面会有这个征服卡要用的材料，没错，你看会有这个材料。来吧，全部开抽，因为你要有这些东西哦，等一下才可以搞那个新的征服卡的这个进阶，然后一周只能600抽啊，所以我们一样要把它抽好抽满，各位，抽好抽满，我们就来提升我们的这个精炼卡了。现在大家对这个东西应该都还是很问号啦，还不是很懂啊。反正我们先做测试给大家看。这些花钱的工作啊，交给老爹就好了。你们只需要帮老爹按个赞啊，追踪老爹的退取频道，在资讯栏就有了，好不好？然后帮老爹的影片按个赞，订阅一下，老爹都愿意花钱给你们看哦。其实哈，做一拳超人绝对是亏钱的存在啊，真的是大家爱看啊，老爹就继续做啊，好不好？我们已经几抽了，看一下啊。已经已经300多抽了，继续，我们把所有的券都抽完，好不好？所有的券都抽完，累积这么多的资源，就是要在今天哦，一次给它大爆发，把所有的征服卡都升起来，好不好？都升起来！哇，我们的这个钻石有12万呢，怎么那么多？
还有22抽。OK， 12抽，全部抽完，还剩150次啊！超市购买。我们把它抽完好了，好不好？直接抽满600抽，看可以提升多少，各位，看可以提升多少。还有100抽，90抽，80抽，这个资源到底够不够啊？这样够我把所有的征服卡都升上去吗？我也不知道，老爹今天是第一次用哦，第一次用。我也很好奇可以提升多少了。好，没得抽了，已经抽到紧绷了。那兑换这里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换。来，角色，征服卡，强化，看来是要进阶的，对吧？直接进阶，干，怎么是速度啊？哎，不是，怎么是攻击啊？我想要速度，哎，怎么办？哇，再来，强化，进阶 ，Let go， 又是攻击耶！进化养成是什么啊？进化养成，我的经验都是攻击趴的哎、欸，再来，再进阶，哇，阵营晶片组不够，这个阵营晶片组，我刚刚不是买一堆礼包吗？阵营晶片组在哪里啊？靠腰！哎，就这样哦。哦，这里啦，晶片组，阵营晶片组。好，来，啊，这个嘞，阵营精华。好，这个是垃圾，全部都选阵营的。我们要先把速度给搞出来，对不对？其他应该就没用了。好，角色。いい動きだ。这个。怪人征服卡，我们要搞怪人征服卡。这张进阶，拜托拜托，给个速度吧。都是给攻击趴哎、欸，怎么会这样啊？哇！怪人，啊，这个嘞？英雄的。进阶，哇！我怪人的，我好像进阶，OK， 防御哦！我靠，这个可以还原吗？可以把材料还给我吗？分解卡片还原，哇！他还原只有给这个哎、欸，他没有给，没有还原其他的东西哎、欸，这个速度不好搞哎、欸，各位。殺された男子たちの恨みはこの俺にでかい態度さえ取らなければ見逃してや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がな。資源不够啦，然后。也没得抽嘞、欸！哇，那我的速度，速度看来是没救了。
啊，这里呢，进阶。我们的比较重要的角色进阶，好，防御啊，干，进阶，又是防御，我的妈！身心精化，精化是什么啊？改造、重置、身心、精炼，这个精炼可以哦。这个精炼是加攻击力的嘛？这个可以，但是那个加防御的不就没用了吗？这张卡不错，哎，这张卡真的不错。啊，这个干这个加防御几趴都没用啊。精化。本次精化会将未锁定，什么意思啊？他妈的 BB 扣嘞！精化，攻击可以哦。再来，本次精化会将未锁定的属性随机锁定。哎，干！我锁了、啊，还是攻击？干这个加防御我不要啊！攻击生命，再来，怎么还是生命啊？攻击攻击 ，OK。哦，三条攻击耶！哎，不然我们就先锁定三条这样子。还有，啊，这一件怎么办啊？重置吗？身心精化？因为我这一张是速度的，好烦哦！强化进阶材料不够，进阶材料不够。这张也可以，这张也可以，这张也可以精炼。哇，这个系统很坑钱呢、欸。官方啊，太坑钱了、啊，坑爆哎、欸！精化，再来，给到生命了，再精化，又是生命，防御，攻击可以锁起来，又是防御。攻击哎，可以哦，两条攻击了，再来继续哦，7.96%哎，我能不能把7.96%锁起来啊？干哦，三条攻击，应该就这样了。其他的我好像就没得升了，我资源不够、哦。然后那只人家说那只笔可以，那只笔好像可以还原。这个可以洗，对不对？好，洗洗看，速度，速度，看又是攻击，放弃，再洗，干你老师嘞，没有笔了啦，哇，啊，大概就只能这样啦。老爹有操作错误的话，留言告诉老爹哦。哇，这个要全部搞到红色的，真的是一条很难走的路。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